只与命运相伴，新的篇章与你开启，在同个世界同一片天空下相遇。我警告你，赶紧带着你的人出去，别妨碍我们！谁来这么打人？打你们人怎么了？快走！走走走！干嘛呀？你再多说一句！去哪？撒谎！撒谎！就什么谣？什么谣？你们别打了，我说。都大学生了还打群架，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学生吗？老师，跟他们没关系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哪个系的？中文系。什么名？连杰。中文系的花名册上就没你的名儿。你不是电子工程系的吧？哦，我是电子系的。你这个同学竟然让别的专业来给你背锅，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轻易过去了，我要给你们记大功。老师，是我们先动的手。你怎么也跟着瞎掺和来？算了，所有人警告处分，这个仓库啊，这两天就让他给关了，你们全都别用。小九，最近怎么没见张宇博呀？嗯，我也好久没有看见他了。同学们，下面播放一条紧急通知。今日上午，我校学生连杰、张宇博、林一彤等人因抢占社团活动场地时发生了冲突，打架姿势性质极其恶劣，现其余几人警告处分。同时，经学校决定，即日起仓库封闭，任何人不得再使用仓库。张一博，行吧，姑奶奶。好，咱不生气了啊。我们就是想跟他共享一下场地嘛，谁能想到闹出这么大事儿？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调查张宇博为什么失踪的。你好好的待着不就行了？搞什么预言社呀你？我在这儿不就认识你一人吗？那你整天对我爱答不理，张宇博张宇博的一天天，那我再不琢磨点事儿做，我不得闷死呀？你成立原社也就罢了，你和他争夺什么场地啊你？我都说过了，我只是要跟他共享场地。要是连你也不相信我，那我还在这儿待什么劲儿啊？那你可以回去啊。回去就回去，那你告诉我怎么回去？你跟我一块回去吗？我不回去。就为了那个破张宇博？你知道什么呀你？我这还有个心结没解开呢，我不回去。要回去你就回去。
宇博呀，张宇博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这件事不会和你的失踪案有关吧？找到你了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就仓库那事儿，都怪连杰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我现在不想说这个。要不我帮你去和徐公处长说一声，万一还有商量的余地呢？你还有别的事吗？你要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我还有事。张宇博，竟然玩摇滚乐，不，居然有暴力倾向，张宇博，他不是老师传说中的好学生吗？对呀、啊，看不出来呀、啊，居然有暴力倾向，哇，哟，还把队友供出来了，哇塞，真没想到！你们别看了，这不是真的，怎么不是真的了？你看这大字报都写着呢、啊，我都说了这不是真的，你们别看了。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你们这是网络暴力！什么是网络暴力？我黑暴了他。哎，对对对，开除呀！这不会毕不了业呀，这个人！干嘛要撕这个呀？哎，你是不是谁？干嘛要撕这个呀？哎，这样啊，加烫了。被学校封了，我们可能要解散了。少年们，咱们不能就这么放着不管呀。那能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把仓库撬了吧？要不咱们找学工处长说说去。我同意，我们也去。对，我们也去。老张，你觉得呢？算了，我和一统去吧，人多了反而不方便。你们俩等我们俩消息。有事儿？什么意思？主任，这是新采的茶叶，味道特别的清香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老师，关于您封仓库的事儿，没得商量。打群架这事儿，给学校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主任，学校不是一直鼓励文体两开花吗？我们这组建乐队，也是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啊。那也没让你们打群架呀。老师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但是如果您把仓库给封了，我们乐队就没有地方训练了。这是学校做的决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们啊，别为难我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那个做的是什么音乐啊？
全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雨波，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要好好学习，学校对你可是寄予厚望啊。老师，摇滚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您不懂摇滚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音乐把他都害成什么样子了。对对对，主任，我待会儿一定好好的说说他。哎，等等，把你们茶叶拿走。是。行，不需要我了是吧？不需要我就自己回去，到时候遇到困难自己哭去呗，你就。你怎么随便翻张雨博东西？好壮实的男人！我去，你干什么？好壮的胸肌！我去，老张，连杰变态啦！哎，哥哥，等等我。大家也清楚我们今天过来的目的，有些话虽然不想说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今天是我们乐队最后一次合唱。我们燃烧乐队经历了两年的风风雨雨，现在只能暂停排练了。没关系，大家别泄气，等咱们找到了新的场地，一切就都恢复正常。嗯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都没见到你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有点担心你。我在仓库。哦，好。我，你要喝吗？
不就是仓库被封了吗？你再去找一个不就好了？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啊？现在大家都瞧不起我，觉得我们玩摇滚的是不务正业。你知道吗？当初开辟这个仓库就已经费了很大力气。现在可能像这样的仓库已经没有了吧。每一段成功音乐的背后都会经历一段孤独的历程。还有，难道你做音乐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吗？不是啊。那不就好了，做音乐的本身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快乐的，所以你何必去在乎别人的目光呢？我看过你的手稿，你把摇滚乐当成了你自己的信仰，但是我总感觉漫画里的那个张玉博就好像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一样。张玉博，你平时为什么总是冷冷的呢？我小时候呢，父母离异，然后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我爸在外地做生意，每个月就打点生活费。但其实，爷爷奶奶都特别喜欢我，对我特别好。但你知道的，还是有代沟嘛。我跟他们说什么，他们也都不懂不理解。慢慢的，我就只能把心事藏在心里了呗。没事，这还不是有我呢吗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说呀。谢谢你今天听我说了这么多。今天没少喝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张玉博，排练场地的事儿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找到的。说的那个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可是张宇博失踪跟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很纳闷啊。我还是听档案室的老李说的，再问他他就不愿意再说了。这个是学校的机密，你可不能把我卖了啊。放心吧。胜利村，胜利村有没有啊？
小九，最近怎么没见你跟你的好朋友莲姐在一块啊？哎呀，我把她给忘了。哎呀，她应该真生气了。哎，雨博，你看见莲姐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好像真的好几天没来了。四莲姐又把我一个人丢下了。你又不止她一个朋友。你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如果你们看到他，要告诉我一声啊！我先走了。拿着。你不打水了？你自己去吧。哎你男朋友，别瞎说，没有，怎么还没有啊？就差把火嘛，景文帮你啊。怎么了，小九？你做噩梦啦？哇，张宇博要出事儿了！我好想你，我好想。总是在梦中遇见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你这般的人让我的心为之颤抖，我还在爱着你，实在放不下的代爱，不要感到孤独，
处写下的记忆，浮存在漫画里，希望会